您突然要我过来，到底是为了何事？我哪有找你？这分明是大军大人的笔迹啊！我们中计了。草英接到大军大人的书信，深夜匆匆赶来见您，这不是明确的事实吗？您真的和吴明联手了吗？立刻把他关进大牢。为什么？究竟是为什么？你真的想成为世子吗？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，六龙飞天。